今天我一样跟我的两个小伙伴塔布拉鼓手，哦，对不起，我是舞者一曼。我跟我的两个小伙伴塔布拉鼓手品郭 Parker， 然后另外一位朱丽群，他现在带的是西塔琴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北印度卡萨克的古典乐王。那跟刚才的 Rag Basan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Rag Bahar。Bahar 也是春天的意思，但是刚才的 Basan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，怎么有点严肃，有点庄严，因为它有很多的半音，所以就听起来比较严肃一点的主题。但是 Bahar 它是很浪漫的一个 Rag， 所以我们用舞蹈来展现它。那这一首 Rag Bahardin Bakhtish，他是一个苏菲派的诗人跟音乐家 Amir Khusru 所写成的这一支舞蹈，他是在讲说，因为印度人认为春天是，黄色是春天的颜色，那在树林里面、草原里面，然后开满了黄色的花朵，有一个少女，有一个女孩，有一个女生在里面，就是跟这些花朵嬉戏，然后有鸟啊。然后有蜜蜂啊，有很多很多的花，他把花编成了花篮，然后戴在头上。那这一支舞蹈特别感谢我的 guru Mahua Shankar， 还有Ustad Ghulam Sabir Khan Sahab， 还有朱丽群的师傅 Ustad Murad Ali Khan， 还有 Ustad Fadeh Ali Khan 帮我们做音乐跟舞蹈上的编排，感谢 Jazam， 就感谢大家。好，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Ipro Arts。Thank you.
表演还没完。在春天里面啊，有很多的花，有一些鸟，还有蜜蜂，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动物。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带来三个底嗨两个 tukra， 三个底嗨是关于动物的。第一个底嗨是在森林里面跳跃的鹿，还有一个看中它的猎人，最后猎人会不会打到它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可怜的鹿。第二个底害是一只在森林里面快乐跳跃的鹿，但这次没有猎人，太好了。凶猛的老虎，哎都听着胖切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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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这个了，可以，这个了，你们可以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个了，这个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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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可以，这个了，这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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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当当当当当，这个了，这个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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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可以。这个舞蹈也更了解我们运用的这两项印度的乐器。